前两天朋友圈会看到一个淡黄色、浅黄色的一种界面的，很像跟那个推特有点像的一个。点就是好多朋友晒那个截图，然后说了一些不太明白的事情，就好像是说是谁带他上路了，谁邀请他了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面。然后我昨天就突然也是看了朋友圈里面说这个谁带他上路，然后我就要不然去下载看一下吧。下载的同时，然后我就去上知乎查了一下那个介绍啊，才大概了解啊，原来它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比较新，但事实上它技术并不新哦，新哈，它技术并不新，就是纯语音的一个社交媒体，social media。但其实纯语音其实并不难嘛，那个微信早就可以用语音来聊天，但是 Clubhouse 只有语音没有别的东西，没有打字，也没有什么发图片什么的，纯粹就像一个语音的直播，它也不像那个 YouTube 是一个视频的直播，它是个语音直播。说实话，它为什么火？我觉得第一个它比较简单嘛，大家不用做太多的准备，特别是有一些嘉宾那种组织能力啊和语言能力都比较好的话，他马上就可以播，他不需要像视频播主一样，他需要录好，然后灯光啊各方面乱七八糟，就是花费很多时间，他这个就可以马上就开始，然后包括聊你很那个，就你各种自己喜欢的话题也好，或者说是一些流行的话题，有兴趣的东西。那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这个 app 在中国没有被禁，它是开放的，所以的话那就火了，就好多，甚至我今天看上去看。我发现好多人在谈，包括中国啊，为什么没有被禁啊之类的，就好多，包括政治啊、经济啊，什么都有人聊，就特别有意思。搜狐这边有一篇文章叫做《马斯克带货一马难求，Clubhouse 还能火多久？”Clubhouse 很有趣的一点是，破圈很快，一天的时间可以接触到大量不同的人，快速形成社交关系，视觉中国。正如它的名字一样，Clubhouse 的聊天气氛类似美国的 Club，房间里所有的语音都是实时进行，不能保存。一位使用者这样对记者谈起他的体验，同时使用环境也很随意，不用在意在开车或者在干嘛，因为语音聊天嘛，想上麦就上一会儿，其他的时间可以边听边做其他的事儿。你有邀请码吗？这是最近科技圈热议的话题，一夜之间 Clubhouse 火了，在网红马斯克的带货力挺下，这款即时语音聊天软件一路从国外火到国内。不过因为 App 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啊，必须有邀请码才能使用，而每一位注册用户只能邀请两个，只能提供两个邀请码，可谓一码难求啊。第一财经记者看到，有不少业内人士成立邀请码交流互助群，而在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，一个 club 邀请码卖到400元上下，在 eBay 这个价格是97美金。在普遍火一把就死的应用市场里面，短期内急速爆红的泡沫之后，Clubhouse 能成为一个持续刚需的产品吗？事实上，这款近期引发现象级关注的 App 在去年3月就推出，当时正值新冠疫情全球蔓延，人们开始居家隔离的时间点。几个月后，只有约1500个注册用户的 Clubhouse 拿到了硅谷风投公司 A16Z 的1200万美金的首轮融资，估值约1亿美金，上架不到一年，Clubhouse 目前只接受邀请注册，并且暂时只有苹果版本。
完成最后一轮融资后 ，Clubhouse 的估值升到10亿美金，已晋升为独角兽行列。简单定义 Clubhouse， 它就是一款即时语音聊天社交软体，用户可以在 App 界面选择加入某其他人的房间，收听实时语音对话，也可以创建自己的房间。房间上限是5000人，哇，那可不得了。如果对某个人的话题很感兴趣，可以直接点击头像进行 follow 关注。正如它的名字一样， Clubhouse 的聊天气氛类似美国的或者中国的茶馆，房间里的所有语音都是实时进行保存。之所以 Clubhouse 突然爆红，网红马斯克功不可没。洛杉矶时间1月31日，北京时间2月1日，马斯克在推特上预告了他自己当晚将加入 Clubhouse 进行在线分享，引爆网络。整个推特纷纷开始求一个邀请码，已登上 Clubhouse 和马斯克开房同聊。不过很快这个房间已经达到3500人，要与大佬同处一个房间也得拼手速啊，看谁的手的速度快。好吧，那这个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些介绍，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查。我还没有上面发过言，我大概去逛了几个聊天室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第一个进去的是一个朋友的一个聊天室，几个人，突然我就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发言，然后能听到他们在说话。就它的界面嘛，特别简单啊，左下角的话是一个那个就离开的按钮，然后右下角的话就是好像是一个举手。举手就是发言。我当时以为举手的话，我反就是因为去看了那知乎的介绍，反而误导了我。我以为那个举手就要成为嘉宾，那其实举手就是想你请求发言的意思。你按了举手，他同意你就可以发言了。所以当时我就我以为就说一进去他就能听到我声音啊。我那朋友就问我你要说话吗？问我，就好像误入了一个私人的房间，听到别人在聊天一样，就非常尴尬。然后后来慢慢我上了几个房间去听了一下之后，我觉得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。然后另外的话，我发现有确实刚才说到的那些特点就特别明显。一个就是说，你不管你干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只要去进了你有兴趣的那些聊天室的话，你可以放在一边一直在听嘛，然后你自己想要发言的话，你就马上举手，有可能就会让你来发言了，看那个人数的多少吧。大家那个主持人也一般会设定一下时间啊，每个人能聊2分钟3分钟多少，都是这个是每个聊天室的都有一些规矩。那还有它的好玩的地方就是的，比如说你想学某一方面的语言，你就去找到相关的语言，比如说英语、德语啊、西班牙语，你进去就听他们对话。然后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础，或者你去上不同的级别嘛，去找到不同级别的那个聊天室的话，那你甚至就可以去初学的话，我慢慢可以插一两句就慢慢去说。我相信如果是专门学习语言的那些聊天室的话，大家也会给你机会去锻炼。所以这个学语言我觉得蛮好的，当然我也没有太了解，我只不过像今天也想趁下这个热度，然后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。就我感觉这个确实是现象级，就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特别想去研究一下，去听一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今天的话只是说了一个最初级的一个我的感受和我看到的东西，然后包括网上的一些那个评价。那接下来再看吧，边试边用。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使用的一些那个体验的话，也可以给我留言或放在那个评论区里面，这样我们继续交流一下。之后我们用了多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继续再来讨论一下。